一支支养殖用的竹竿错落有致地插在水道两旁的滩涂，构成独特优美的福建霞浦风景。霞浦400公里海岸线曲折绵长，滩涂面积大，被誉为国内十大风景摄影胜地。霞浦县自古有农业、工业和商业三大产业，滩涂的独特风景带动摄影和旅游业更加发展出特色民宿，不少当地居民甚至担任导游工作。这里结合自然渔业和新兴摄影经济，成为保育和发展并存的典范。璀璨文化汇聚，饱览万千姿彩。OurChinaStory.com， 全新感受当代中国。